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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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第二点啊，复次思维。又再进一步呢，去思维，去关照、观察，世人过去世时，或是我亲善，其以今嗔更生怨恶，我当人比，是我善力啊。这个就从三世因果来看，这个人现在跟我有这个过节，有这个冤仇，可是呢？他过去是曾经是我的亲人，我所爱的人，跟我们有恩义的人，怎么可以这一辈子这个时间因缘和合之下所产生的怨怼啊，更要怨恶他？所以应该观想过去是以来曾经是亲人，是所爱的人，是有恩义的人，因此就应该忍受这一个嗔恨的心，降服嗔恨的心，这样是我善力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给自己带来善力。善力就是消业障啊，增功德啦，啊，增加功德啦等等啊。何况对方一时的恩怨，并不能否定过去的亲爱恩义。那如果因为一时的恩怨而一恨到底的话，岂不是可惜的过去的那个恩义就否定了、消灭了呢？所以能够忍，就能够有善力。接下来第三点就是说，又念行法，仁德含宏，慈力无量，此不可思啊。也就是说，修习这个慈心法门啊，这一种法呢，它的内涵是仁爱德行很广的啊，可以说慈力无量无边，慈悲的功德力量是无量无边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假借对方来让我们修这个慈心啊，把握这个机缘来获得无量的慈力的功德啊，所以慈不可思，应该把握这个机会。接下来第四点，进一步思维啊，复思为言，若无怨憎，何应生忍？生忍由怨，怨则我之亲善啊。修行有一个必须要修的，就是六度当中的这个安忍啊，安忍不失持戒忍辱啊，这个忍，安忍，安忍就是面对各种顺逆境界，都能够以平常心看待，既过不欢喜，也不这个悲伤忧愤。所以假借这个戒静练心嘛，假借这个环境，假借对方的行为，来让自己训练磨练这个安忍的功夫。那如果没有这个境界，没有这个人事的话，那自己就没有机会学习，那这样呢，那个瓶颈永远都存在。那从这一点来讲，对方让我们生这个安忍，成就安忍，岂不是就是我们的善知识，我们应该感恩对方啊。所以这个善知识
顺缘是善知识，逆缘也是善知识，尤其是成就我们的往往是逆缘，不是顺缘。有时候顺缘呢是让我们呢安于现状，没能进步或者退转沉沦。接下来第五点，复次嗔报最重，重恶中上，无有过失。以嗔加恶，其毒难治，虽欲烧他，实是自害啊！请你不要想这个嗔心，嗔心的果报是所有果报当中最重的，重恶之中最上的，没有比这个嗔来得重。我们说杀人啊，杀人放火啊，或者全家灭口，往往都是由于一念的嗔心啊。国与国会战争，也往往都是彼此的嗔恨心增上啊。以嗔加恶，其毒难治。用嗔恨心以牙还牙。这一种心，这一种嗔毒呢，很难以控制，所以一定要节制啊！而且呢，以嗔报嗔是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。为什么？虽欲烧他，实是自害。想烧对方，自己先燃烧了，所谓自害害彼。彼此俱害，所以要回报这个嗔的，就是此时才能回报这个嗔。而且我们应该想，欲知前世因今生受的者是，今生所受的都是过去世所我们所做的因，那我们应该假借这个时候来偿还，那偿还了就没了。反而消业障有功德，那如果又以牙还牙，针锋相对，那过去我们欠他的债不但没有了，反而加了利息，而且又加了一个新的冤啊，真的是实是自害啊，实在是自己害自己。再来第六，复自恋言，外偏法服。内习忍行，是为沙门啊。我们外表穿着一件衣服，就应该内心修水忍入行，这才能够内外一体，称为沙门。不能啊，身穿出家服，可是不修忍入行，那不是真正的沙门。岂可恶生啊，重此变色必心啊，这是指出家人来讲的，也是指修行人来讲的。既然是修行人，出家人就应该学习安忍，怎么可以不安忍，更加放纵自己啊，使这个嗔心越来所谓变本加厉呢？接下来最后一点，复次，五受因者，众苦临手，受恶之地，啊，苦恼恶来，何由可免啊？五受因就是这个身体、身心的意思。身心是承受生生世世以来的果报，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。都是恶人多，恶事多，那么这一些恶人恶事谁来承受？就是我们五受因啊，我们这个身心在承受的。那么我们处在这个娑婆世界，本来就是有这一些浊恶污染啊，因此有这一些苦恼，那是很自然的，怎么能够避免呢？
这些苦恼如此次生，苦次无量，众怨甚多，不可得处。你说人生在世一定会有这一些的，所以应该认清楚啊。然后呢，方自守护，着忍格喜。啊，最后一点，结论就这两句话。因此，我们要守好自己，保护自己。守好自己，保护自己，什么呢？不要有嗔恨的心。那不要有嗔恨的心，要用什么来保护呢？用忍。人好像我们双脚走路，有了皮鞋就不会脚掌被刺到啦，或者是碰到石头啊而受伤流血啦，因为有这个皮鞋保护。好像军人打仗是穿着战甲，能够保护全身，对方的刀剑刺过来，我们的战甲会保护着身体啊。所以这个忍就是我们修行人的战甲，使我们这个嗔恨的这个敌剑不会刺伤到我们。接下来就引用佛祖所说的，如佛言曰：“以嗔报嗔，嗔还足之。”用嗔来报嗔，不能达到目的，反而增加自己的嗔恨之苦跟嗔的业障。嗔恚不报，能破大军。如果有人对我们不好，诽谤啦、侮辱啦、伤害啦，我们呢不去回报，宽谅、包容。甚至进一步认为没那一回事啊，这个很平常啊，甚至是我欠他的，这样你能够嗔恨不报，就能够破除大军。什么大军呢？业障的大军，或者是外魔的大军。能不嗔恚是大人法，大人就菩萨了。那我们学佛行菩萨道，首先就要不嗔恚，当然不嗔恚就要学前面所讲的三种慈心法门。小人嗔恚难动如山，小人一般的人，一般凡夫，他无心修行，也不了解因果道理啊，不了解嗔啊慈啊这一些利害关系。嗔为重毒，多所残害。我们说三毒啊，三毒，因为嗔也是很重的，所以嗔也是三毒之一。不得害彼，自害乃灭。用嗔来报复对方，对方没被害，反而自己自我消灭了。嗔为大灵，有目无睹。一个嗔心的人就好像行走在黑暗当中，即使有眼睛也看不到。嗔为尘垢，污染净心。尘好像灰尘，而且呢是污尘，能够污染我们清净的心。如是嗔恚当即除灭，因此这一些嗔恚不管大小都要赶快让它消除。毒蛇在世不除害人，就好像有毒蛇在自己的房间，那你把它赶出去，岂不是就害了家人。如是种种嗔毒无量啊，常起慈心，除灭嗔恚，是为慈三昧眠啊。从这一些内容来看啊，它分为三个阶段，由亲爱到达一般的人，然后又进一步给予我们有缘的人啊。不论是亲人、一般人、有缘的人，我们都怎么样呢？平等心。这样的平等心就大平等心了 啊。那当然，这对一般的人来讲，觉得是不可理喻的啊，不近人情的啊，不合乎啊这个人道的。可是，对佛法来讲，对修行来讲，
反而是真理，反而是应该这样做，才是真正的顺这个法，顺这个法的相，法的本相啊。同时举出这七个理由啊，那么其中第二个理由啊，第二个理由呢，就是从过去式、现在式、未来式来看的，也就是说，以现在式来讲，现在式现在这个时段，我们有了这样的这个冤家啊，可是论过去式的话，它并不是我们的冤家，它是我们的亲，我们的父母啦、儿女啦、兄弟啦、夫妻啦啊。而且在未来也未必是冤家，也有可能又是父母、儿女、夫妻、兄弟之类的六亲眷属，甚至要好朋友啊。所以在过去世啊，曾经是亲友，在未来世也有可能会是亲友。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一点来推想的话，我们这颗嗔恨的心就比较会降服下来。这也就可以想推想到，凡是存在的啊，存在的都只不过是因缘和合的暂时的现象，并不是永远不变的真实。如果能够这样体会，对于现前的顺逆境好与坏，就不会执着。这一接下来有说，人等含卵慈力无量啊，也就是说，有这个慈悲心，那功德是很大的，尤其是现前这个冤家、这个逆境，正是我们拥有这个无量慈悲之功德的大好机缘啊！那我们就要有智慧啊，有智慧去索取，不然白白失去，岂不可惜？再来就谈到冤是我们的增上缘，所以对修行来讲，冤不是冤，冤是成就自己的、增长自己的。就好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谈到佛陀被割力王啊割杀身体，分解身体，这个佛陀啊，那个时候是忍辱先忍啊，随这个人啊，随这个人，他呢不但不承认对方、痛恨对方、保护对方，立下将来一定要保护，完全没有，反而起这个慈悲的心，想到这个人这样的行为将来会堕地狱，我要救他，第一个先救他，反而产生这样的慈悲的心。但我们是做不到，因为能够那样的话，几乎是到了无生法忍的那个境界了。不过呢，让我们了解有那个道理，有那样的人物，我们即使做不到，但要有心来向往。那么有心向往啊，就见贤思齐啊，自己就不会跟一般的人那样的做法。
刚刚后面佛陀所讲的以嗔报嗔，嗔还佐之，嗔恚不报能破大军啊，而且说嗔是中毒，嗔是黑暗，嗔是污垢，嗔如同毒蛇。在弟子菩萨经就有一句话，一般也常谈到，就是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百万障门都由你一念的嗔心，那没有这一念的嗔心，百万障门就不开，就是一百个通畅的成就道业的门路。可是由于一念的嗔心，这一些门路没有了，反而堵住了这个成佛的大道了。又说多嗔恚者死当堕泥底，多嗔恚心的人死了往往先到地狱，受地狱之火的燃烧，因为是相应嘛，嗔如同火，就跟地狱的火相应。也就是说我们内有嗔心嘛，嗔如同火，那有了这个身体，那么心中有嗔就怎么样呢？身体就会有病，那没有了这个身体，它整个就成为怎么样呢？整个心灵灵魂都是火在燃烧的，那就是地狱。所以是想想是非常可怕的。后虽复人生，面貌丑陋，人所憎恶。那么离开了地狱的果报之后，假使再得到人生，可是容貌丑陋，人家自自然然看到我们就会怎么呢？捏着鼻子而远离那样啊，没有能够得到好因好缘好人贵人啊。又说嗔是心中火，燃烧功德林，遇水菩萨道，忍入护嗔心啊，这一些都在于说这个嗔的祸害，说这个慈悲的这个功能功德。我们人都会有情绪的，但呢要照顾好情绪，这就控管情绪啊。控管情绪也成为现代一门显学。一个人能力很强啊，办事也很积极啊，可是往往呢个性也跟着很急切很急躁。那有的人呢他很感性，但因为很感性也很容易有情绪啊。那有的人呢他个性比较有个性，同时呢见解也比较偏激，他的思维也比较极端，反应呢也往往比较激烈，言语也往往比较暴烈。一旦个性显现脾气一起来，几乎是如同狂人一样啊，忘了我。如果这一种现象呢，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疾病啊。当然每一个人都有心病，为什么？有贪嗔痴就有心病啊。那一切都是贪嗔痴所引起的啊，只是说如果有这一种现象的话，就更加明显，就应该呢更加的对治啊。那真的有这样心理疾病，如果能够虔诚的常时的念佛，这个疾病是会消除的。因为这些疾病不会是来自于自己的业障，业障在，疾病就生病，心病都没办法消除，业障消除，生病心病也自然就会消除。所以我们啊，人生在世，凡事呢都要理性，要冷静。那修行人这一颗心更要平静，
要平和，思维做事都要能够平衡，都要能够平稳，也就是取中庸之道，不过度，也不急，不偏不倚。那个人他的个性比较强势啊，强悍、强硬、强烈，这个也都要自我反观自省，不能够谦卑啦，不能够柔顺啦，不能够温和啦、调柔啦，这样呢，往往所谓的自害害彼啊。那当然，我们在做都出家众啊，也都是随佛者，不管出家在家，应该啊不至于有刚刚所讲的那个现象啊。不过没有那个现象，其实呢是有，只是呢怎么样，50步跟100步比较而已。所以修行修行都要时刻关照自己的内心啊，所谓愿我恒常观自心，正当烦恼出如生啊。怎么样呢？对，当然道理讲是容易，做起来很困难啊。道理是讲给人家听的，那事呢，事修是要求自己做到。所以我们对任何人啊，对哪一个人啊，不管亲人、一般的人，乃至跟我们有冤的人啊，有过节的人，甚至觉得是对立的人，都要抱着平等的慈悲心来利益他们啊。我们说随我大悲心，随我大悲心，随我大悲心就能够体会阿弥陀佛他是大悲于我，要救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大悲心嘛，他不跟我计较，他包容我啊，就体会这样。那真的能够体会有包容啊，有不计较的话，那我们呢也会怎么样？也会包容对方，不计较对方。所以也可以说，我们对阿弥陀佛体会了多少，从那里看得出来呢？从看我们对别人的包容多少，不计较多少。当然也不能用这一把尺来衡量，这样的话几乎能够往生的就不多了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是特别的顽劣嘛，明明知道，可是境界一来就怎么样，立刻就冲出来了，等到反省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只是有体会弥陀慈悲救度的，他那一种个性呢，就比较会柔软啊。同时呢，假设爆发出来了，反省也会比较快，不会像以前都无知无觉，认为那是理所当然。这个就是有关学习这个慈悲啊。那么刚刚问答里面第三点说，仁德含宏，慈力无量啊。我来引用佛陀所讲的几段话。这个在《杂阿含经》卷第47啊，有几段很短的经文啊，很短的经文，我这里列出四段。第一，佛陀说，譬如有
士大夫啊，就是富贵人家有地位的人啊，他早上用300个便当来布施给需要的人啊，那中午跟晚上也同样供应300个便当。那么另一个人呢，啊，他是在短暂的时间对一切的众生修这个慈悲心啊。这两个功德比较的话呢，修慈悲心的功德很大，不是布施的功德所能够达到的，能够比较的，甚至呢百分千分亿分都难以比较，算数譬类不能为比啊。这一段是说什么呢？一天三次，早上中午晚上，各以300个便当来布施人，他的功德都不如我们在短暂的时间为一切众生修这个慈悲心的功德。可见慈悲心的功德多么广大，多么无量。接下来佛陀又用譬喻了，说有一个大家庭，男人很少，都是女人，小孩子比较多，那么这样的家庭呢，往往会被强盗、小偷来抢夺啊。那如果我们不修这个慈悲心的话，就好像家里面没有男人啊，就会有种种的鬼神来欺压我们，来害我们啊！譬喻为，能够修慈悲心的人，就是家里面多有男人，外人不敢欺负；那没有修慈悲心的人啊，就像家没有男人啊，那这样我们过去冤家债主啦，其他的鬼神啦，就会来害我们，就会来报复我们。所以用这种比喻显现修慈悲心的利益。接下来又说，佛陀又用譬喻说，如果有人啊，他有一把这个很锐利的刺刀，那假设有一个勇士说，他的这个刺刀再怎么样的尖锐啊，我的这个拳头都可以把它打烂的啊。他用这样来问比丘们说：“你们想这样可能吗？”那当然不可能啊！拳头再怎么样的大，都跟这个刺刀不能比嘛，啊，你碰上去如同但碰到石头，立刻被刺伤了。那么佛陀就用譬喻，我们为一切众生修这个慈悲心啊，其他鬼神就不敢对我们怎么样。为什么呢？就好像拳头要对这个刺刀一样啊，他不敢，他若敢的话反而对方会受伤。那这就衍生到一点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被犯到了，被无形的干扰到了啊，那这样反而要反省自己，就慈心不够。有爱心有慈心的人，他几乎是所行无阻，
走到哪里，天神就恭敬到哪里，那反而会害你呢？等同说，修慈心的人，他就是光明啊。光明到哪里是没有黑暗的，黑暗你碰到光明，黑暗你成为光明。佛陀呢，有一次就用这个指甲，啊，挖出一个小指甲的土啊，然后就问弟子们说：“我指甲上的土啊，跟大地的土啊比较的话，谁多谁少啊？”那这个当然就不用想了。但是大地的土多得不可计数，那指甲上的土是小小小，根本不能比啊。那佛陀就说了，能够修这个慈心不容易，世界上能这样修的有多少，好像指甲上的土，那没能修慈心的有多少，好像大地的土。佛陀是以这样来譬喻形容修慈心的难得可贵，因此懂得了就应该把握去修这个慈心，要成为指甲上的土，不要成为大地的土。那么这几段的佛陀的开示好不好？好。佛陀好几个地方都用指甲上的土跟大地的土相比较，譬如说得人参啊的数量跟没能得人参的数量的比有多少，佛陀用这样来比较，那意思就是说堕落地狱的还有恶鬼的畜生的比得到人参的，哇，那不能比，得到人参只有指甲上的土，不能得到人参的如大地的土。还说得人参能够听闻佛法的啊，有多少，好像指甲上的土，没能听闻佛法的好像大地的土。又说闻佛法能够得到解脱的数量有多少，是用指甲上的土，没能解脱的有多少，是同大地的土。这可以用台湾来比喻啊，台湾的佛教看起来很兴盛啊，可是所讲的都人天的佛教，没有讲解脱的。因为要讲解脱的话，不是圣道门就净土门，那圣道门肯定要先从五庭星光开始，不是讲修行啊，就是修行，不是修行，要修行的内容跟步骤，在饮食上、起居上、身上的调、心上的调，还有行法的这个修持，它都有次第、有内容的。道圣有道圣的内容，小圣有小圣的内容，这是圣道门。那如果净土门的话，啊，那就是要以往生极乐世界为目的，希望下一辈子不再来轮回，下一辈子来的是倒驾车好而来的，这是净土门。那现在佛教那么盛，可是都没有讲到这两点，那岂不是水火水火只是结一个缘，既不能解脱下一辈子啊，又下一辈子还能当人吗？就未必。所以佛陀往往就用指甲的土跟大地的土来譬喻，尤其是现在修行，如果圣道门来讲的话，刚刚那五庭星观那是做不到的，自古以来随道者如牛毛，但正悟正道
早晨就早，不像灵巧。这我呢，检讨现在，然后也推演过去，就可以了解。那如果都提倡净土，都修学净土，那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，当生解脱的啊，一世就能够圆满的。我来讲两个故事，一个是王永庆，王永庆大家知道吗？精明之神，他说一根火柴棒价值不到一毛钱，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元，我们一层楼超过一千万以上，但是一根火柴棒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，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破坏力一旦发作起来，其攻坚灭顶的力量无物能御。要叠一百万张的骨牌需要费时一个月，但要推倒这个骨牌只烧十几秒钟。要累积成功的实验虚耗数十载，但要倒闭却只需一个错误的决策。要修养被尊敬的人格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被信任，但要人格破产却只需要做错一件事情。一根火柴棒是什么东西呢？它就是下列的四项：一、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；二、不经理智判断的决策；三、顽固不明的个性；四、狭隘无浅的心胸啊。那我觉得这四点，其中摆在最前面第一点是最根本的情绪。能够控制情绪不情绪，就会有理智，就会比较理性，不会冲动。同时不情绪也会比较客观，不会顽固不明不灵。那不情绪啊，不情绪心中平和，也就比较不会狭隘无情，也就比较能够开阔。再来讲一件斗鸡的故事。古代有一个人叫做季祥子，是有名的斗鸡师。那个时代呢，就周朝时代，周宣王就要他训练一只斗鸡今年是鸡年，斗鸡。这季祥子接受这个任务之后，一过数十天没有消息，这个周宣王等得不耐，就催他了。季行子就回答国王：还不行，这一只鸡啊，生性自狂自傲，只会虚张声势，其实依照的强者是不堪一击的，所以还要再训练，还要再等等。好，周宣王又等了好多天，又在催问怎么样呢？这个季行子又回答说：这一只鸡啊，沉着还不够。为什么？一听到其他的鸡在叫，它就会冲动，所以还不是大将之风。这个周宣王就失望了，就不再催问了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季行子就主动的来报告周宣王：大王，大王，这只斗鸡已经训练好了，成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只鸡啊，现在听到其他的鸡在叫，就好像没有听到其他鸡的叫声了。
看到其他的鸡在跳跃，好像没有看到，简直就像一只木头鸡，气定神闲，从容安详，已经具备全能全德，只要其他的斗鸡一看到它，就会吓得落荒而逃，不战而胜，这才是真正的一只斗鸡啊。这在说什么？说我们啊，我们要能够沉得住气，要能够呢忍，要能够呢沉稳、沉重、气定神闲、从容安详，既不情绪，也不着急，也不逞匹夫之勇。就像这个斗鸡一样，很沉稳，啊，很沉稳。他呢，听到看到，好像没听到没看到，不会随便，啊，随便起心动念，也不会随便当下就冲动了，啊，始终都保持一种很沉稳的，甚至呢，若无其事的。很平常的来看待，所以有些事情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它，但呢也不要把它看成那么的严重，这是一冷静的平静、平静的理性的来看它，这样呢往往能够认清事项，也能够做最好的处理，不会呢有差错，或者是人跟人对立，有积怨。那以我们是修行人，所以尽量呢在言语上、行为上，不要跟人家有冲突、有对立，同时呢，要让人家能够肯定我们，欢迎我们，认为我们是他的，他的善知识可以给他带来成就的。如果能够这样，那就更好。接着我来说，生命中的三种人，每一个人生命之中都会遇到三种人。第一种人就是爱护我们的，无怨无悔爱护我们，不求回报的爱护我们，关心我们，帮助我们的人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人呢，是伤害我们、欺骗我们、利用我们的人。第三种人是一般的人，既不会伤害我们、欺骗我们、利用我们，可是呢也不会给我们关怀或者是无私的帮助啊。当然往往第一种人会是谁呢？啊，对我们的母亲比较多啦。母亲对我们，你说是无以不至的啊关爱，无怨无悔的来为我们，真的是任劳任怨，无怨无悔。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的敌人一定会幸灾乐祸，可是会为我们流眼泪的是谁？母亲。当我们成功的时候，有些同事会嫉妒，但是呢会为我们高兴的是谁？也是我们的母亲。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当中都会有这样的第一种人，也都有这样的第二种人啊。当然第三种人更多，但第三种人也可能成为第一种人或第二种人，就看我们跟他怎么样的互动。那想我们要怎么跟他的互动啊？就要尽量化敌为友，化疏为亲，
但是不容易，他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巴不得他赶快。那如果能够转化过来，把他看成他不是我的敌人，他是我的善知识，他不是我的敌人，他过去是我最亲爱的人，那这样呢，心就不一样啊。那么有人就问了，离这个幸福最近的啊是怎么样的方程式呢？啊，就回答了，第一种人在我们的旅途生命旅途当中最多的啊，第二种人在我们的生命环境当中是最少的，那这样呢，你就越感觉幸福，啊，越能带来幸福。那么成功也是一样，第一种人越多，第二种人越少，那我们就越能成功，因为这个什么贵人啊，贵人很多嘛啊，所以我们尽量要怎么样呢？培养第一种人啊，那转化第二种人，化敌为友。所以我们人与人相处，尤其师兄弟在一起，应该不至于那样，也就是说应该比较少有第二种人，甚至第二种人是没有的，有的话就是第一种人。那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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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